一会儿要开段高速，你饿的话就吃点这个吧。这不是小孩吃的吗？我外婆给我的。外婆年纪大了，意识有点不清楚，她就有的时候会把我当小孩照顾。尝一尝吧，味道还不错。你小时候爱吃的？嗯。你是想开空调还是开车窗啊？嗯，开窗吧。好。车窗不是在驾驶座能全操控吗？为什么专门过来用我这边的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